2018年过午夜到21号，6月21号，2018年刚过午夜4分钟。那上次我录了像，录过。我清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把这些有几个杯子的液体我都倒掉了。这里怎么会又有液体呢？可能我忘记了，不太清楚，但是也有可能有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潜入我的家里，然后呢把这个杯子又放了一些液体。这两个杯子一个是这个蓝色的杯子，蓝白色的杯子，还有很多液体。这个白色的杯子也有一些液体，我现在把它全倒掉。还有多少？1分钟录像时间。这个闻起来像是那种 Dr. Pepper，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很多，脏的。所以我把这些东西，你看上一批东西有4个杯子，塑料杯啊，还有其他杯子，纸杯，2个酒瓶子带装着酒的，还有2个塑料盒子，一个是白色的 foam quality 的塑料盒子，另外一个是 transparent， 里面装的蛋糕，那蛋糕都是人放到冰箱里的。那几样东西我都扔掉了，现在剩下的就是新的东西。这几个东西，这个杯子不应该这样的。2分钟录像时间。我放到地上好了，集中把它收起来放了，把它扔掉。哇，这个不是镜头带的三脚架，很长的。这是几样东西我要扔掉，然后接着看那个角，那个房角屋角的那个地方，屋角那个地方这个不太好录。屋角这个地方有好几样东西啊，看，这些牛仔裤挡着视线，我得搬走好了。牛仔 ，cowboy jeans， that's what I call it， and 3 minutes nine seconds。Is it the back? I don't know why. Like, the back can be still here. And 这西瓜皮我看是怎么办？这个西瓜皮先放到这里的，有人把它放到这里，西瓜皮。那个屋角有很多东西要扔，塑料袋什么东西，纸袋子挡住视线。要扔掉，这里放这里好了。What to do now？ 这里面，我先把这些要扔的东西全部移到地上好了。这一个杯子，一个瓶子 ，IBC 的瓶子不应该放那儿的。这一个 Dickies。这个杯子我想把它扔掉了，里面有一些剩的饮料一样的东西。这几个杯子这个塑料杯好像是新进被人放在这里的，我把它捏破了放在那里。这个塑料杯透明的也放，把它扔掉。这几个盖子，1、2，goodness， 加上这个3、4、5、6，
全部扔掉。七八八个盖子。这个杯子也扔，放在地上把它准备扔掉。这个杯子 ，OK。5月19号，2018年 ，dinner， 这有可能是被人扔进来的，有可能是被人放到我家里，因为上次扔的时候没有把它捏，没有把它压扁。June 17th， 这个像是最近的一个杯子。哇，这样很不方便。这有一个盒子，我要再过一段时间把它扔掉。最近的时候就把它扔掉。这一个叉子，黑色的，上次洗了一下，不太好洗。那如果沾了油就不太好洗了，把它扔掉好了。叉子一个，这个杯子 June 15th, 2018 afternoon， 这个杯子要扔掉。我把盖子捏一下，压一下，把它压的比较变形。这个醋的瓶子上次扔过一次，又被扔到我家里。这一包 chips 好多天了，把它扔掉。那个塑料袋快满了。大概就这样，这里面的塑料袋成堆，然后呢，我都不知道，要么把它留下一部分，扔掉一部分，这样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那我扔掉好了。那把勺子。这个 cap， 这个 cap 金属的 cap 又被放到，我说过有人故意的往这里扔，扔 cap， 你故意把这个 cap 全部放到我家里，西瓜皮又一次，放了混蛋，7分39秒，这个，所以现在地上有一批杯子，还有一个瓶子，两个瓶子。一个玻璃瓶 IBC soda， 一个是粗瓶子，塑料瓶子，这是几样东西在地上都要扔掉，那些东西又被重新放回来了，那个金属的那个罐子和那个一个棉花被重新放到我家里了，上次我清理扔出去了一次。 I threw them away, that metal can and a piece of cotton. They were both put back into my home this timeAnd that straw there looks like something put here by home invaders also. I want to clean out this one, polar pop, so-called. A big cup of soda. I don't know if it can be recorded clearly here or not. 8分46秒。It's been there for some days already. It's a whole cup of soda. Like, I don't remember it's soda or it's sweet tea. I just don't remember now. So, this one. Three cups. This cover should be thrown away also. Let me put it here.It was folded. 我把这几个什么籽 cherry seed 把它扔掉。那一个滑落，现在再把它，哇，这个三脚架弄得很别扭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。这一个杯子的盖子，塑料杯盖子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不的？所以这个炉台上大概就剩下这几样东西，炉台上还有，哇，这个小的西瓜皮是怎么回事？
炉台上大概剩的东西不是很多了，而且比较清楚有哪些东西剩在炉台上。嗯，这样今天晚上6月21号凌晨的时候，炉台上这个灶台上这个杯子要扔掉， McDonald 的放到这里面，一会儿我再把它挤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台上就是这样，灶台上那个 counter， I mean the kitchen counter is like this。 这个将近11分钟的录像时间，开始。那个镜头稍微歪一点，那没办法。Chipotle 的这个餐巾纸，好几张，我扔在这里。我把它移开，扔到地上或者怎么样，把它放到垃圾桶里好了。Chipotle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小桌子上被人放好多东西啊，放了很多 receipt， 不明的 receipt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。然后呢，塑料袋也放了好几个，一张一张的，我把它全部拿起来，这 receipt， 还有一些小纸片，这个塑料袋 molds， 移开，这个塑料袋。这些都要把它扔掉的，啊，像这几样东西，小纸团是从这个桌面上捡的，这两个透明的塑料袋把它扔掉 ，Mose 和这个有一个 Target 的塑料袋我留下来。看可以做，装东西用，装垃圾把它扔掉。这个明显是垃圾，有人把这片垃圾纸放到这个上面，放桌子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什么 ？Bath mat memory foam。这个好像是我已经退掉货了吧？那这个可能是有人把它放进我家里来，标签，很多 receipt， 我这 receipt 都没有时间把它一一录下来，大致的这个 receipt， 我看怎么办。这些 receipt 把它放在这个透明塑料袋好了，这透明塑料袋是脏的，这个要扔掉，这可能是人家放过来的。有好多 receipt， 散了一桌子都是，你看这样的，这故意整的烦，整得我烦了。那我用 Target 的那个塑料袋，或者是哪一个透明塑料袋，找一个透明塑料袋把它装起来。这里面有个透明塑料袋，看看那个角落里。有人给我调了，是不是？一倍。这里有一个透明塑料袋，我看，哦，这个塑料袋是坏的，是像是被扔到垃圾堆里面，又被人放回来，那再把它扔掉好了。我找不到透明塑料袋了，可能扔掉了两个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，哎，底下还有一个。这里有两个透明塑料袋，明显是被人放的。这样好了，我以后用这个透明塑料袋来装这个receipt， 比较明显一点。这一把 receipt 是从这里捡起来的，这里 receipt。我没有时间把它一一录下来，只有先把它放在这个透明塑料袋里。还有一个 sugar pack， 那这 sugar pack
扔掉。receipt， 还有这个写的字的小纸条 ，receipt。您很快的把这些 receipt 全部放到这个纸袋子里面，不再一一的细录。有时间我再录这个receipt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卡在这个衬衣领子上的包装的一部分，包装的零件 soy sauce， 我没有放 soy sauce 在这个上面 receipt， soy sauce 是被人放进来的。这个 receipt， 还有这餐巾纸，这都被人放进来的。这个什么东西折过的这个包皮，那种电线的包皮，电线的那个塑料的外包，塑料皮 ，receipt， 三四张 receipt， 好几张 receipt， 又是一个 Target 的塑料袋 ，OK，Target 塑料袋我再放到一边去先，有几张餐巾纸，先放到一边，先把 receipt 清理一下，这有一个 Subway 的 receipt。这是一张纸，像可以做清洁用的纸，但是呢可以掉到地上扔掉。哦，我的手被那个，这可能有的这个纸上或者什么东西上面被涂了一些，抹了一些这个 erosive chemical substance。 Receipt here， 这个 Captain D's一个口袋里面放了几张餐巾纸，还有一个刀叉的这个塑料包，有一个叉子在这里，我先暂时把它挂在这里好了。先再看一看，要清理这个地方。Fire subs， 这个是旧的 receipt。Fire subs 这里都没有，不太清楚了。11月25号，2016年。Fire subs。那明显的是扔出去了 ，Target receipt， 这个 receipt， 这什么 receipt？ 接送 ，Slowskis， 然后 Sis's Pizza， 这 receipt， 这 receipt 都是以前折起来的，统一放在一个地方的，那又被人撒的到处都是，这有一个塑料袋，可以留下来看一看，这个 here 有 receipt，Walmart receipt。这 receipt 我先把它很快的捡起来，这纸团，脏的纸团，这又是个 receipt， 没有时间那个，这个 America's Best two pairs $49.95， 这是我以前扔掉的东西，又被放回家里了，或者是回收过的，那有些有纸张的回收了，这有一封信件，收到于 receipt 上4月29号2016年 ，The Cox Media。怎么样的 ？Cox Media 之类的 ，AT&T 的。这些撕掉的纸片，撕开的纸片，12月4号，2012年，这撕掉的纸片实际上是被人放出来的。Receipt Target， 8月21号，2016年，这也是撕掉的纸片，是被人放进来的。这个 Receipt 不太清楚，这个什么 Scratch。Card， 我扔掉了，或者是回收了，纸张的那种，这也是一个，这是什么 firehouse 是吗？Receipt here， Walmart receipt， 这也是一个 ，is another Ryan's buffet receipt， I didn't even see what date it was， another receipt， 撕掉的纸片，50分钱，这怎么会有50分钱？放到这里好了。撕掉的纸片，这是以前撕掉的纸片，好几张了。Receipt， 这又是一张撕掉的纸片。Receipt， 这是一个 tag， label， 这个是什么？A special something， invitation， 这是一个广告纸，我以前要么回收了。要么扔掉了，这个是 World Famous Coffee Collector， 这是一张名片，
这又是一张 receipt， 所以这上面呢基本上我都清理干净了。你看这个小桌子清理干净了，五十分钱把它放到窗台那边去，然后剩下几张被人撕过的纸，这都扔掉过了。撕掉纸要么我把它放到回收站里面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这次把它扔掉好了。有一片 OK， 这个先把五十分钱放到一边去。两片，这里面有好几片，这两三片，四片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 OK， 十片撕掉的纸，那把它扔掉好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餐巾纸，一张餐巾纸把它扔掉。这是一个小桌子，这还有一张餐巾纸也扔掉。这个小桌子已经清理完毕，剩下一个盒子，包装盒子，这个移动电话包装盒，一张这个卡，一个塑料袋，一封信，就这几样东西了。这所有的在这个桌面上的东西我把它清理了一遍。2018年清理出一袋子这个 receipt， 我先把它打个包好了。那个 receipt 没有时间再细的把它录下来，以后有时间再把它录下来。现在是21分52秒。 OK， receipt 我先放在这里好了，记住这五十分钱还可以用，不知道谁放在那儿。 OK， 另外这地面上有一个 receipt， 有一张 receipt， Walmart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。 OK， 趁这个机会，是多少分钟？22分14秒，看一看是什么时候的 receipt， 把这东西退过。9月1号2017年，2017年9月1号 Sprite or Jerky 那个质量不好给退掉了。录像时间是22分40秒。